我这么一说，你可能看出来了。啊，那个对对对，一面高，一面低，一面低。好，那不疼吗？我就没注意这个问题。是。后来我有一次觉得疼了，怎么老是这么，尤其我这么一抬脖子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抻的哈。后来我这个手就像刚才您讲的，如果哪不舒服，就老想去摁揉揉它。是。有的时候疼，有的时候就不疼。是。嗯，所以现在会疼吗？现在这个地方疼，就是这个头。但是这高着这儿吧倒不疼，我也没觉得受过外伤。所以你是在内侧这一点疼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好，尤其我这么一仰头或者好一不得那什么就。大家注意听哦，我说患者的每一句话你要注意听，学看病就是在学这个跟患者的对话，因为我们这一套是治病要以人为本，以病为师。病人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所以他的讲的话你要记得哦。他刚刚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仰头的时候这里就会痛，仰头会痛一定跟胸椎还有关，也就是从这里推完之后你还要再把胸椎推，因为仰头这一仰他会拉扯这里的脊椎。好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这里跟这里只要一仰头低头有关的，你一定要揉到胸椎。所以在听患者的叙述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把他的感觉说出来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我要跟各位讲的，他刚刚讲的哈，不好意思哈，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高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有看到哈。很多医师哈，我在台湾也跟医师讲过，很多他们会看形态学。什么叫形态学？就是看高低肩然后就去矫正，或是长短腿就去矫正。我学整脊的，我自己知道啊，长短腿可以矫正啊，很多什么那个肩椎的调整或是胯骨的调整，这些都有固定的手法，但调整完它还是会回来，那个没有用的。所以用形态学来调整一定会失败，而且看外面的形状你去矫正把它归位到正常的，是不是代表它好？不对，有时候你矫正好了它反而更痛，那它的筋绷紧它一样还会回到原位。所以外面的形态学看起来当作诊断，那个都已经是看影子在做事，就是我昨天讲的完全是不合道理的。所以我本身搞过这些骨科伤骨科矫正，我清楚得很。所以看这个不见得说，那如果说它低一边低一边高，你们相信它低的对还是高的对？低的对哈，那低的对，我把这个低的把它矫正高一点，那万一它这里本来是痛，这里又更痛，那不是两边痛了？就好像长短腿，一腿长一短腿短，你说长的对还是短的对？万一它是短的对，你把长短的把它拉长，那显然两只腿都在痛，好，所以不能以这样。那一般整脊学就是教我们说以痛为主，那就是哪一腿痛就以矫正那一腿，那这个还有道理，那就是等于我们的原始点，哪里有痛，原始痛你就去处理哪一边嘛。那这个很多在整脊也有谈到，它叫做代偿性移位。你代偿性移位你就不要把它矫正回来，因为它已经习惯这种形态了，你再把它勉强矫正回来，那就是重复再破坏一次，那个是不对。所以我们处理不是要把它的高低边处理到一样，我们只是要让它的症状好。所以很多我昨天讲的脊椎移位了，那它是筋伤，我筋处理完它脊椎还移不移位？移位。那你还要不要把它矫正回来？如果还想把它矫正回来，那就有一点怎么样，矫枉过正。为什么？当你都不痛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都不痛，你们去照你们的脊椎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是正常的。就像我那个长短腿，我从30岁，就是20几年前照出来就已经是长短腿了，我也不理它，又使用了20几年，还蛮好用的，我还准备继续用，再看看如果寿命长一点，再用个20-30年。不会有事的，所以不是看那个形态去矫正。
所以很多外面的三骨科就是看你哦高低肩长短腿，然后甚至走路好像有偏移，就说你哪里有问题，就要去矫正你，千万不要去哈，这个都是白费力气。我提醒各位哈，那个也是一个常识。那现在你说这里有一点痛嘛？哈，正面这里。嗯，这里几天，在昨天还疼了一次，今天还有点，就是尤其我这么仰头的时候，这里就疼。好，那我那现在如果以这样来处理，我跟你喉咙一直有痰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有咽炎。你有咽炎，喉咙会不会不舒服？现在不舒服。现在也不舒服是吗？哦，对。好。好。你舌头我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是寒的还是热的？寒的哈，白的哈。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哈，咽炎顺便可以同样处理，因为它是相关的，所以处理完应该都可以改善。它的处理方式就是整骨下炎，整骨下炎处理完，那个颈椎就会松。但是它喉咽有问题，咽喉有问题，它背过来刚好就在后面，所以颈椎一定有问题。那颈椎有问题，这里处理完，喉咙就会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那锁骨处理到这里也会有，也会好。但是它还有一个动作，它往上抬的时候会不舒服，这个动作一定就是跟胸椎有关了。你要解决这个动作，你必须要揉到这里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它是仰头才会不舒服的，那这个就是表示胸椎有问题。这样大家懂我意思？那等于它的答案就是从这里一路处理到这里。那答案就出来了，好，那我就照这样处理给大家看。你这样多久了？这里，嗯，反正我发现是一年多了。一年多哈。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还不知道。啊，咽炎多久了？咽炎也有好几年了。所以他的问题就很容易处理了，就是我刚刚讲的。那我再问一下，你喉咙会不会干干的？现在还在干，对不对？还在干。啊，干想喝水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这个是这样啦，我第一堂已经讲过，喉咙干想喝水，很多人会误判他火气，就会误判上火，这个绝对不是。喉咙干他想喝水，水喝越多痰就越卡越严重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？我说只要你筋一绷紧的时候，一受伤的时候，他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，有些会变得口干，有些会变灼热感，那个都是假象，不要相信它。那些产生的，有些会变成好像黏黏的。我也遇过很多，讲出不同的讯息，但是它都是一个讯号，对我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讯号。但对中医来讲，它就是会把它当作是寒热的辩证，那个绝对不行。这个如果以原始点，根本不用再问了。也就是他就是经商就对。那如果以中医，就还要，因为他还要考虑药的，寒性热性，还要问进一步问他的，到底喜欢喝热的还是凉的，再来进一步判断。但是以原始点根本不用，就是你直接揉，他就会改善。那以我的看舌诊，马上就知道，反正内科的十病九寒了。我一般做的习惯就是做完之后马上就叫他温敷，那效果就会更快。所以他是做完之后最好再温敷，如果有那个温敷袋，等一下再帮。好，我现在帮你做，您趴着，这个枕骨管头部还有管颈椎，所以枕骨一定要做好。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帮他做枕骨的这个，在手法上我会教怎么找他的点。这一点痛吗？嗯，可能有不有。这一点呢？嗯，疼。这一点疼。嗯。啊，跟这一点比较。这一边，这一边比较疼是吧？嗯，第二次的疼一点。哦，这里疼一点哈、嗯哦。那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哈、哦。嗯。这里疼吗？也疼。这里也疼哈、哦嗯，越到中间越疼是吗？嗯、对。对、哦、好，那我再揉下来，这里颈椎疼吗？好一点。啊？嗯，好一点。好一点哈、嗯哦，这里呢？嗯，不疼。这里不大疼哈。嗯哦，好，各位哈、哦，我揉这一侧的时候哈、哦，他颈椎真正都不疼，他是在枕骨下缘疼，所以表示上管下，所以他的喉咙的问题都是在枕骨，所以就是这一条出问题。好，我把他这一侧就揉出来，这时候我颈椎就不管他了，我就只有揉枕骨下缘就好。
这里不疼吧哈、嗯？这里比较疼嘛、嗯？哎，对。好，那这样我再帮你梳啊。好，你趴着好了，趴着，我直接坐这里。这里疼吗？还能承受哈？啊，这里疼吗？这里疼，这里疼吗？这里是不是疼？好，啊，我看你颈椎疼吗？这里呢？这里都不大疼哈，颈椎不大疼嘛哈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疼是吧？好。好，他这一边是枕骨下缘，还有颈椎差不多高颈的地方疼，中颈到低颈就比较不疼了。好，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帮他处理。好，那这样颈椎也差不多处理完了。我现在在，因为颈椎没有痛，我就不处理。那现在他还有肩膀这里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里对过来。那我还有仰头会痛，所以我刚好处理这里，这两个部分就可以处理到。这里疼吗？还能咬住牙。哦，还能咬住，表示这里也疼嘛，哈啊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还行，还行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这里疼啊？这里也疼，哈。啊，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是吧？这里疼，好。反而这一边比较疼啊。啊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我再看看这一边是不是也疼？这里疼吗？这里疼，对不对？这里疼吗？啊？也疼啊！啊，这里也疼是吗？哇！啊！上胸椎都疼了、啊，就是我刚刚判断的，他只要仰头会痛，一定跟上胸椎有关。那我再帮你揉下来看看，这一点疼吗？啊，这里呢？也疼啊！这里呢？也疼吗？这里呢？也疼吗？也疼。这里呢？到这里是吗？这里疼。你到这里都还在疼，你还问题可能还不止哦。你是不是前面还会闷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？原来我肾不好，倒是。但是这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先帮你处理到这里。啊，这里疼吗？有一点。这里是，也疼。那、啊、这里呢？这里也疼。这里呢？哎呀，哎，这里你说一声。就你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主要让学员知，坐到这的时候啊，反射到我那个胃。胃部这个位置，哎呀，我知道、啊，你胃是不是不舒服？啊、对对，胃不好。我就知道，因为为什么我坐到这里就够了，但是这里下来就差不多胃区了、嗯，所以我说胃痛，你就对过来，刚好就在这一节嘛，所以揉到这里会痛，一定它有问题。所以我说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诊断学，它后管前嘛，所以这里不应该痛，因为我处理这里。他只要处理这里，他那个肩膀就好了。那我还处理到他这里还痛，我就怀疑他连心脏跟肺都有问题。你平常呼吸还好吧？或心悸？还可以。还可以的哈。会不会心悸？嗯，目前还没有吧。还没有，就是胃了哈。这里胃很不舒服。好，好，稍微顺便帮你处理一下。好，那我胸椎再帮你揉一次哈。那你平常就要温敷哈、啊，你是属寒症的。哎呀，这里疼，他那个筋很绷紧啊，就是我说属寒症的筋啊。哎呀，
好，您觉得我这个嗓子轻快了许多，特别那个轻松那种感觉。是，我再试试。这么撑着没有？原来这条线总拽着它，这样就没有感觉。是，没有感觉。再一个，老师就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，尤其是这个，让学员知道的，尤其给我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是我这个心口就在这个位置，这是心口，对，没有错，对过来这个位置。哎呀，我就得绷了一口气，要不就这个地方那种的那个感觉，我就说那种感觉不好跟大家形容啊，那种也不是疼，是，所以你一摁这里就特别明显，是，那你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是，这个一定有问题，那因为我今天还是重点在上面，啊，实际上我这肩膀这里感觉有没有比较舒服？舒服了哈，对，特别轻松。是，因为原来我这两次特别就好像背着一个重重的东西，重的不行。是。一弄难受了，就自己老用习惯的去抓它。是。好，谢谢您，老师。那您再温敷一下，会更舒服。好。